各位无国界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要帮大家抽出7月16号和17号在 FB 上的抽奖活动的名单，然后总共有8位的幸运粉丝。那在我们今天进行抽奖之前呢，我们应粉丝的要求多介绍了几款我们目前最热卖的夏季款式，那就是也可以为大家就是多多介绍一下，然后今天中奖的粉丝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几款。那这一款是这家黑壳的荷叶打折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花纹以及它的胸前的特殊的折痕。然后还有接下来这一款是 La Forte 的独家米白弧形下巴，它的特色就在于它是属于前短 后长的洋装。然后这一件呢是 US 衣服的飘逸白造型外搭，那现在夏日出去玩，就是怕晒黑或晒伤的，可以多带多穿搭这一件。然后这一件是这家黑壳的独家紫红丹麦贵族标准洋装，它的就是很利落的剪裁，然后它的胸前有很优美的打折。然后这一款呢，这一款就是 NOG 的独家深灰拉链无袖洋装，然后它有个帽子，还蛮可爱的。接下来的这一款是这大黑壳经典黑色带冠双层上衣，它就是一个假两件式的上衣。接下来的这一款是拉芬利的独家多尔曼大雪花上衣，它这边它的领口是一个 V 型的修饰脸型。接下来这一款是 Model 的高棉艳绿羊绒上衣，就是它胸前有一个很可爱的蝴蝶结，然后以及它的袖子这边有个特殊的设计。然后以上这8款就是我们最近最热卖的夏季商品，然后可以提供给各位粉丝们参考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，就是有符合资格的总共有40多位的粉丝们，那我们今天就把需求有写上各位粉丝名字的球刀入抽奖箱里面。SYUVILIN 第四位中奖的是李怡文小姐。第五位中奖的是许碧珍。第六位中奖的是魏小珍。第七位中奖的是蔡米菲。第八位中奖的是吴冬芝小姐。那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结束，谢谢各位粉丝热情的参与活动。